别急眼。先给我听好 ，You better sit down。Whoa whoa， 亲爱的。棒棒啊！棒棒你。Let's go。你。哥。哪个你要？因为我们用这个。哥。还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哇。OK， 过来啊。OK。Hello， Hi。Hi。来了喽。Go baby， ready go。还要啊？还要啊 ？OK。Angel baby， ready go。因为呢 ，Angel 呢生了第七颗牙齿，所以他都有在刷着牙。来，给大家看你的牙齿呢。一。一。一。我很大颗。他很喜欢刷牙。我们也是要从小就是开始教会孩子们怎样刷牙，跟传授他们一些刷牙的重要性。你很喜欢啊。OK， morning routine 搞定。刷牙呢，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要从小的去教育我的孩子刷牙的重要性，绝对不可以忽视。而我本身呢，使用的就是这一款 Usmile Y1 Pro 电动牙刷 Y1S 高配版。这一款呢，我使用了到现在我都还没充过电，是非常非常耐续航的。我充了一次，它可以打汗一整年哦。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清洁模式呢，就是正常使用的模式啦。然后第二种的话，美白是适合经常喝咖啡啊、喝茶的人群去使用， Ryan 呢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模式了。然后第三，呵护模式，针对一些口腔呢较为敏感的人群使用。 OK， 我就做好一个小小的 research， 就来念给大家听听看。全新 Y1 Pro 洁净顶配，搭载这 Super Clear 云净力，牙菌斑去除率提升至 89.18%， 感觉很厉害啊。也是首款智能适应系统，实时智能适应齿面，调配动力压稳输出，刷牙也不怕伤牙，有这样聪明的清洁模式啦，讲真的完全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防飞溅模式，就是呢还没有入口的时候，它的力度是会比较弱一点的，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避免掉牙膏飞掉的问题啦。还有只有他们有的缓震科技，根据按压力度调节振动强度，完美的保护牙齿。还有一个我必须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它这个刷丝顶端高度磨圆，看到吗？它的研磨率高达 90%， 是高于国标的2倍。刷头背部都是软胶，保护口腔牙龈，避免刮伤。我用传统牙刷的时候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刷头双弧设计，前驱深入齿缝，它是可以完美的去贴合你的牙齿的细缝啊，然后就可以把里面的那些渣渣给刷出来。它们还配上这个 IPX 7级的双重防水，所以大家用完了呢可以安心的用水清洗干净。所以我就很推荐大家跟我 get 同款啊。好的东西就要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也帮大家实测了，确实是一件好物，我也放心的分享给大家，不用怕踩雷，把你家里的传统牙刷换掉去用 Usmile 吧。购买的链接我就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大家就快点去购买吧。耶、yeah, baby 搞定了啦，今天穿这样子跟妈妈一样。然后其实今天是父亲节生日礼拜，有没有跟爸爸讲父亲节快乐？爸爸，阿歪，爸爸，你看，嗯，哇，阿歪，嗯，哇。Thank you. So， 今天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今天就是有亚当来到我家。耶、yeah, ，好久不见了。然后就是之前一阵子，亚当在 IG 上面就跟我讲，哎 ，bro， 我们来做一点 real， 做一点音乐这样子，我就觉得 OK 哦，最近也是可以安排到，所以就来直接今天里面录两首歌。虽然今天是父亲节，今天是父亲节，父亲节没有去。对啊，所以我看如果今天能够赶得到的话，回去家里陪家人，然后也好好来过一过这个父亲节，希望可以啦。OK， 所以眼前的这个东西就是。今天要录两首歌，跟他拼一下吧。我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什么歌，要唱什么歌，就跟着我的脚步，今天一起继续的看下去。Let's go。然后我们最后做个 backup 吧，我们 backup 就是从头到尾数一遍。宝贝在干嘛？妈在妈睡了。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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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这个 OK 了，我就过来了。但是每到一路路的灯灯上下一站，你就 OK 吗？我这个是倒一，我这个是倒一，但是你要是倒一，倒一路路的。到一栋楼的灯剩下一盏，这样子啊。一般的失眠，到一栋楼的灯剩下一盏。哦，有 ，yes。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要开心的太早。地板，多一个，弄脏了地板。K。完成，闪现！现在又到了我的丈母娘的家，所以呢，我这一趟下来，我是坐 Grab， 好贵哦，67块、68块，然后就是为了来吃我的这一餐了。来，吃回来这个67块的 Grab。哇，幸好有妹妹带来这个，让我这67块还有一点安慰。鲍鱼炒饭，鲍鱼你要找一下，因为我们该盖下去了。然后也是要来跟家人庆祝，也不算庆祝，你们庆祝完了不是？就是父亲节啦。就我也是父亲节啦，我第一年啦，但是没有办法，今天有点东西要做，所以先吃先啦，有点饿了。Hi baby， 很久讲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哈哈哈哈哈。啊，爸爸 下次会拍到他走路的画面给大家看的。他也差不多快要学走路了，只是讲最近不能那么懒惰，他就是不要走。他会有的，你看他会三四步了的。我再找机会拍给你们看。我刚才太忙着吃了，然后我忘记拍我的 YouTube 了，就给大家看一下刚才的画面啦。我今天就拿出来一粒蛋糕出来，就庆祝我跟爸爸的生日，不生日吧，我跟爸爸的父亲节的这粒蛋糕这样子。对，谢谢家人们，爱你们哦。爱心，叫我爸放在这边，你们要去拿。谢谢老婆。哟，听到了啊，拍到了啊，谢谢你，过来。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时间多留给你们的家人，因为家人怎样讲都是最重要的。All in my heart。哇 ，baby， 越来越多东西吃了哎，我正餐都没有吃完哎。还没留言要放碗，一块一块一。你知道要做什么了嘞？没有，我们来给 baby 吃榴莲。check 先能不能？可以吃吗？啊，一点吧啊，只是要看他的反应嘛了。来，反应3，吃榴莲。吃榴莲？臭！妈妈，很香的 baby。不要！你不要吃咩？妈妈，一点啊，再看。它吃不到里面，蛮好吃的。很香 ，OK。好，香 OK， 你有出错吗？还要哦？还要？还要吗？还要哎！好吃哦。好，果然是跟他老爹一样吃货，什么都可以吃。还要啊？还要啊？像我想看他吃臭豆腐以后 good 好吃，没有错，哇哇OK， 他没有那一种怪怪的表情，所以他是 OK 的。我怀孕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吃，你很可爱哟，你赶紧快救命啊！你的女儿啊啊啊！老婆还有给我父亲节礼物，我是哇哦，我是哇，我录下去哦。我还想要讲我是 OK 的啦，多少钱都可以。下一条吧。哇哦！不要算了啦。又算了。你要紧张。啊？鸭子1、2、3、4、5、6、7、8、9。Baby， 起来了啊！你刚才睡了一觉啊！你刚才睡一觉了。喂，不要过分啊！喂，怎么不要看爸爸？
对啊，我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呢就跟老婆还有珊珊一起共同的去举办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场直播限时抢购，没有想到反应非常热烈，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选品让大家产生了那个兴趣啊。我们昨天出让我们的盲盒，就算是割爱啦，因为真的觉得太多太多，这之前很沉迷，但是现在就觉得还是让家里清空一些东西，真的是太多东西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在 YouTube 的各位可以多多 support 我们，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就是出让更多更多东西，这样子自己买的喜欢的或者是人家送的啊，那些东西全部都想要出让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 support 我们的 IG， 我们的小号啊 Jasmine 的小号也是定时的去开直播跟大家来个互动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 support 起来。这个王子呢，它是有的吃就是一切了，不会理你哦。你看你看我表情，你什么表情啊？你这样看不白，Hello Jasmine 是我们哦，你不要拥有他哦，就忘记了我这个存在，我们是 sharing 他的，你知道吗？我们是 sharing 他的哦，你激动哟，我们 sharing 的。不是你一个人拥有完了 ，Hello， 我们要 sharing 它，你不要抢走它，我跟你讲。没有鸟我 ，Yo，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子就度过了啦。你们应该都会发现到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从前那么有趣了，但是却踏实了许多。可能我以前的话会让大家觉得我就是一个生活很精彩啊，每天嘻嘻哈哈，每一般朋友这样子。到现在有一个对比，就是会觉得哇，感觉很像少了一点东西这样，但是又很像还好。我只能讲，人都会长大吧，人到一个阶段他们要的东西可能又会不一样，他们去寻找的东西可能又会不一样，所以到我这个阶段，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是在寻找着自己吧，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就寻找我自己的内心的那一个阿旺，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摸索，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在那一个路上了，虽然没有很精彩，但是我却活得越来越开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很讽刺的，我之前呢就是会跟大家讲啊，做人一定要开心啊，做人一定要讲一点，但是其实我自己也还没有真正的找到那个开心。最让我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家人吧，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以前讲这句话我会觉得很没有 heart，但现在我却可以很肯定的讲出来，是因为我真的是打从心底的觉得我真的找到我的幸福，找到我的老婆，我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跟我的孩子，她也是已经在我心里面种下了那一个种子，现在开始发芽了。哇，都废话了，但是每一句都很真心，只想再一次跟大家讲，家人怎样都是最重要，到最后可以站在你的背后闪过你的还是你的家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留多一点时间给你自己的家人吧， Everybody say you